震惊世界的四大未解之谜，其中有一个在中国，你了解多少呢？一、诡异佛像之谜。在汶川地震中，北川有一个庙里面竟然有这种诡异事件，当时整个庙都倒塌了，可是一旁却剩下这个菩萨，居然毫发未伤。这就是汶川地震中的诡异的佛像之谜，人们对此现象至今迷惑不解，这是不是巧合呢？这尊佛像是否受到神灵的保佑，有待考究。二、巴别通天塔之谜。巴别通天塔建于5000多年前，建造的非常的恢宏壮观，简直就是与金字塔相媲美，而且塔基长度和宽度各约91米，这是用巨石筑砌成7层台阶，高度近100米，顶上还有美轮美奂的庙宇。经过历史的荡涤，巴别通天塔只剩下一堆废墟，这究竟是否公诸神下凡的踏脚处，无从追溯。三、失踪千年埃及女法老哈特舍普苏特。埃及18王朝图特摩斯2世的王后，她是太阳神眷顾的最高贵的女人，也是埃及唯一的女法老。然而关于她的痕迹几乎从历史遗迹中全部抹去。1920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·卡特找到女法老的灵形，但她的木乃伊却下落不明，埃及史学家无法解释她是如何失踪的，更何况她的死因。四、百慕大三角洲之谜。百慕大三角指北起百慕大群岛，西到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，南至波多黎各的一个三角形海域，现在却成为那些神秘不可理喻的各种失踪事件的代名词。传说这片神秘海域屡次发生神秘莫测的失踪事件，震惊世界。在这里出事的轮船和飞机不在少数，没有生物可以成功越过，危险性可想而知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